圣瑞尼亚的骑士。非常好听的，都可以听一下。어느따스한봄날벅구벅졸고있는제자가퍽귀여워무슨고민을그리도깊이하느냐며놀려보았다눈을뜬제자는마침손위로떨어지는꽃잎을받아주고는너스레떨며말했다세상의모든아름다운것은어찌이리도금방사라지고마는것일까요빙긋웃는그얼굴이마치봄바람처럼따스하여나도모르게미소지었다꽃잎은흩날려떨어지기에아름다운법입니다사람도그래서아름답습니다그러니영혼을말하는자와가까이하지마십시오하늘아래에불변하는것은아무것도없으니틀림없이거짓말쟁이입니다나또한영혼을맹세한기사였기에우린마주보며소리내어웃었다어느따스한따스한봄날이었다차원의도서관샤레니안의기사샤레니안의기사Player. Julie. 那这两个人有点像玩家。一个团长，一个是一个上剑神，然后这个人 Mog 长得像英雄。有了打，然后这一共是五个人，这个地图就是圣瑞尼亚以前最后那个关，就那艾里戈斯那个图。这里还是长满了植物，这说明那时候。환영하네용사들이여说明那时候还是有人去打理这个建筑的。이문의남자宝石 卢比安
卢比安就是以前圣瑞尼亚，你最后会有一个宝石嘛，这个宝石就是卢比安。啊，真是鸟。阿妈撒娘，撒娘我主要是打猎的意思。他们要去打猎，啊，他们的例会。下面的。啊，这个怪物。怪物挺好看萨骑士，还要打怪。又是这鸟，他们测试服不会把完整版的剧情放出来了，他只会把一部分需要打猎的对话放出来。
리는영원히사랑이안에수호한다我就知道乌利乌利内是我们的意思。啊，冰狗又来。他跳过了对话，又跳过了。又跳过，然后他进入了圣瑞尼亚城里面，然后我猜应该是发生什么事情，这里面的士兵都倒下了。这个地图就是你以前圣瑞尼亚通关的时候会中间会走过了一段路，它这个是中间的走廊。还要打怪，那可以看一下这些小怪，他们是已经变成了一群幽灵，变成里面一群骷髅，然后手上拿了一把剑，断打猎，然后跳过了，他又跳过了，他是以每打猎完一个图之后又有一段小剧情，然后过完之后再来打猎，又跳过了，每打猎完之后有一段情，这里应该是快要进去艾利戈斯那图了，如果你记得以前那个版本的艾利哥圣瑞尼亚的家族就任务物的话，它前面这个柱子里面是可以进入到艾利哥斯的上面那个走廊，然后你从正门进去就下面，它那个时候你必须要佩戴那个水晶耳环，不然你会进去就死亡。跳过了，跳过两次，啊，这也跳过，又要打怪。跳过，又跳过，哎，阿里戈斯出现了，然后这里面的骑士还要打30只，
他死亡的时候是变成一片尘埃。哎，这有个人倒下，这倒下了，这有个人。对，埃里克塞躺下。跳过，又跳过，哎，这个名字 Eligos Junam Dunans 啊，跳过，对话的跳过。右边的土，啊，这现在那些骑拿刀的。可以看一下这里的石头人，这里石头人他头上有一个牛角，然后手上和他脖子上面也有链条，他那个手上是扣着一个锤子。跳过了，要过，它背景还是一片森林，就说明那时候勇士部落还是有树的。一剑，现在又跳过，它的地图就是水路迷宫。跳过，又跳过了。
跳过了，中间好长一段都是在打怪。次元图书馆确实隔那么一两年就会出一次新的章节，来到了艾戈斯的地图，他就是讲这个里面有六位骑士，然后最终变成了这个现在的精英怪，再包括那个邓凯尔。要过又跳过了啊，三次直接结束，哈哈，啥都没有。好吧 ，episode， 谢了你们，奥达纳，阿尼古伊亚，好吧。没有了，我没看到是就给了什么奖励。好吧，这个次元图书馆第六章先看到这。